是麦兜哥三的关系和龙马夏哥四的坏是点歌时间啊，没有太干的等一下看一些文字吧。因为什么理由啊？我给你嘴巴子。
睡衣出门，但是中国人很多人都穿睡衣出门。尤其是冬天穿睡衣特别暖和。像我们这边就很多人穿睡衣出门。因为他们觉得穿睡衣出门就是一种，就是相当于穿内衣出门是一个道理。所以他们不穿睡衣出门，觉得睡觉就应该穿睡衣，但是出门不可以穿。带你打车去，也少刷一张白卡，就当是我给你报销的打车费。我对你好吧，波比。所以再刷一张白卡，本来刷两张，然后现在可以少刷一张。就是外国人不穿睡衣出门，就相当于那个什么日本人，他们喜欢睡觉都得化妆，还有韩国人睡觉都是。装睡觉，谢谢 B B 的白卡。
像闻眉毛一样闻到脸上。这样子的话可以半永久不用卸妆。说的这个不算，必须是普通白干或者冬瓣。上夜就睡觉。
Thank you.
心了，你睡你的，我开心我的，咱俩互应。你睡觉开心了，我睡的呼气开心了，多好。要是我奇葩的节目再要我就。
启动刷新一下就好。没有得关注，等一下关注。不要激动，不要激动。不是小问题，喝口奶茶也要紧。不是的，这个。
是姐姐吗？还是之前的那个三文鱼？以前啊，就是请我吃三文鱼吗？以前不不，是那样是巧克力的话是摩尔多克森的话是阿龙巴巧克力的话是耳朵把关
色使我们相遇。
时候真的不知道我该说什么。